是再来就收尾了，所以最后的话，其实我就把这边删掉。不过其实我发现啊，最后其实还是要把这个 run 的加上去，哦，不然的话好像感觉没有四舍五入。不过这个 run 的加上去方法一样哦，可以把那个公式改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把那个我们的刚刚这个地方哈，那改的话记得就改哪里，你要是要找得到哦，run 这边有没有？不是这里。哦，上面这个 OK 哦，所以这也要很清楚啊，好，不然的话你有时候这个不清楚的话，做反而很容易啊。贴上之后的话哈，宁可慢哈，也不要做错啊。然后把这个跟这个把它换成 R 就可以。但是因为呢，这个字串呢是从这边到这边嘛，所以它一定是在中间，它不是在最右边嘛哈。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拿下面这边来贴比较快，对吧？它刚好是双引号到双引号这边。复制把它盖过这个八，跟盖过这边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就 OK 了，好，那并且哈，可以把刚刚的资料我先把它再删一下吧，好，删掉我之前讲过，如果你不要让它变形的话，记得要把那个好设定一下，否则的话，哎，它会变形，这个没有变形嘛哈，所以理论上这样来操作的话，就可以再来练习过一遍，Enter。好，不过呢，还有个地方可以更好，就是就有同学说，老师 Enter 还要再 Enter 一次才会输入哦。那一般习惯是应该到这个地方 Enter 就直接输入了，你就不用再跳到那边去。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？当然是可行，可是你们要思考哦，那个表单的设计原则是它是事件驱动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在这边你要直接去变成去按下。它的话，那你就要知道说，当它这边按下 Enter 的时候，帮我转换成一个按钮的事件，哎，那这要怎么写？程式不困难，三行可以搞定，一个逻辑加一个执行。可是哦，你要知道怎么写，我等下再讲哦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边 Enter 啊，看有没有 OK。哎，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，它就取到小数点第那个一位了哦，OK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要怎么样？哎，可以哈，不需要说多一个动作，Enter 好，输入完，Enter 直接就 Enter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思考，哎，程式该写在哪里？一，我们一样哦，在这个表单，请你在这边哦点两下。好啊，这个方法哈，跟各位讲一下，你坊间书籍真的也找不到答案。好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也是我自己试出来的。哦，我是按照什么方法？其实我主要就是说我了解它的一个运作的那个逻辑，然后我从那个逻辑里面呢找到我要它怎么做的方法。哦，所以第一个我知道说哦，当我在这边按 Enter，当我在这边按 Enter 的话，点两下，点两下之后的话，它会跳出底下这个，当那个 Test Box 是 Change，不过 Change 的话呢，哈，是改变。改变里面的资料，可是我不是要里面的资料改变啊，我是要当他按下 Enter 的时候，所以啊，特别重要，请你把这个事件怎么样，把它改成什么？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，所以按下嘛哈，里面有个什么 key down，OK，就是要找这个事件。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，判断哪一个，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，判断是不是 Enter。那 Enter 的话，特别注意哦。在内码哈，ASCII 内码表哦，Enter 的话它是排在第13个，因为我刚好之前都有背啊，之前都有记了，OK，所以你们内码你可以找那个 ASCII 内码表里面的话，第13就是 Enter 哦，所以呢，我只要判断什么，如果哈它是按下 Enter，如果 if 什么呢，它的 ASCII 它会用 by value 方式哦，这边有 by value 哈，告诉你它按的是哪个按键。好，所以会告诉你说，哦，你那个 key code 哈，如果等于什么，等于13的话，then 表示你是按了 enter 了，那我才处理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哎，如果你是按了13的话，那我就去做什么呢？去做这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就是 command button click 这件事情。那当然呢，你不需要，那你是不是程式全部 call 不用嘛？你很简单，把这个。sub 后面的名称到括前这个括弧的前面这一段嘛，
把它复制，然后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个中间啊，一般习惯是打个扣啊。扣什么意思？呼叫，意思是说我不是去把程式，是直接去呼叫它，所以它会去跑刚刚那一段程式哦。Call command button click， 意思是说哈，当我按下 Enter 的时候，那我就去呼叫那个 N， 就是新增那个按钮的动作，就这样而已哦。OK， 哎，这个也是我自己试出来的，好、哦，因为我按照那个逻辑上啊，如果那个 test box 它 key down 了，按下键，然后那个键的那个内码是13，就 Enter 的位置，那表示说你按了 Enter， 那我就帮你转成新增，就这样写完了。那我们来试一下 O 不 OK 哈、哦？写完之后，但我也不知道哦，也不确定。不过我就试出来，我说答案说真的，就是按照那个逻辑，大概就知道了。好、哦、Enter， 哎，刚刚在这里的话哈、哦，按 Enter 它会跳到这里。那因为我在这边多了一个叫 Test Bar 4，当它 key down 的时候，判断是不是3，那我 enter 刚好13哦，好，会转成这个，看一下 enter， 哎，有没有？就等于就是你不用再跳过去了，它就自动帮你做完按新增的那个动作了。OK， 哎，这一招是还蛮实用的，因为以后的话你就这样写嘛，你也照抄啦，反正以后你工作里面呢就这样写完，然后你也可以用自己的东西，然后你每天都很轻松在那边打打打打，你同事看到可能会觉得啊。哎，这怎么写出来的？哦，他应该很惊讶吧？哈、哦、，OK， 那是请工程师写的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自己写的。对，哇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哎，确实是我写的。OK， 那这样子感觉就还蛮不错的。哦，而且，但最后的话哈、哦，还有个地方啊，因为我讲过说，也还是会有人把它关掉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呢？哈、哦，他会到这里面自己去修改里面的。好，他会自己在到里面去修改东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里面乱改成绩啊？怎么办？所以你就把全选按右键，出生的格式怎么样？把它保护起来，有没有？预设已经有锁定了。好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先确定有没有锁啊，再来就做那个什么校阅里面的保护工作表，并且加一个密码，我是加1234啊，再一次1234。OK， 这个时候的话，它要篡改成绩哈、哦，就没办法篡改。OK， 但是会有个问题哦，就是你如果启动表单的话啊，你现在这要输入啊，那你想说，哎，保护了、啊，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输入呢？其实哈、哦，问题试试看就知道了。Enter 出现错误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保护起来了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斟错一下，那为什么错？因为这个要丢进去丢不进去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保护起来，所以最后再顺便补充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哈、哦，如果这些都做到的话，哇，那这个表单是完整的，就是什么保护资料不给你乱动，你以后只能透过我的表单去做处理嘛。但是问题会卡这里，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什么？就是当它输入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怎么？我先把它停掉一下，意思就是说哈、哦。当这个地方应该是我要动态的取消保护，等到我输入完资料之后，我再把保护加回去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合理了。可是问题啊、哦，在那个 VBA 里面哈、哦，怎么样动态的去取消保护，再动态的保护加上去？最关键的地方哈、哦，记得啊、哦，写在哪里呢？写在一样写在新增嘛哈、哦。当开头的地方，所以开头哦，就是当我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要先动态的取消那个保护。那其实动态取消跟动态再把保护加回来，其实程式非常简单。顺便讲一下，因为哦，这也是之前同学问到，因为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好用，但是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教一下那个保护工作表？因为这个保护工作表这个如果 VBA 我不会的话，那好像又少了。所以我说好没关系，非常简单。程式只有一行，而且非常好记。目前这个工作表、哦、叫 active、哦、所以你就记 active 的嘛，目前的嘛，活动中的工作表就是 sheet 这个 sheet、啊、因为目前只有一个啦，所以不会是复数，不会加 s、哦、active sheet 就是目前正在被使用的工作表，我要取消保护点后面加一个方法叫
保护就是英文名，英文叫什么 ？Protect 嘛，所以取消就是什么 ？UN 嘛 ，Unprotect， 对哈、哦，刮胡里面给他密码 ，1234。那最后要再保护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复制到最后结束 ，end sub 上面这一行呢，再把保护加上去，怎么？再加呢，对吧 ？Protect 比较好，是够简单吧？头取消，尾再加回去，就这样而已哦。我们来试一下哈、哦。那、啊、这样的话，以后哦，你就不要让人家随便改资料了。反正呢、哦，以后哈、哦、不能乱改，以后一劳永逸了。反正你们啊、哦，不要有改完之后，然后又说你没改，对不对？那就很麻烦哦。好，试一下哦。这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哈，所以刚刚一我是先到那个校阅里面保护工作表，但是密码一定要我知道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不可能随时在那边旁边帮人家输入密码，让人家输入那好啊，所以呢，我就用动态的哦。动态的话就 active sheet 点 unprotect 刮胡 1234， 再把那个好来试一下 ，OK 呢？好，CCC enter， 输入一下，嗯。Enter 看看哦，所以刚刚不 OK 的，现在 OK 的 Enter， 那、啊、你们可以看一下哦，上面这边它会很快的闪一下，就是先取消保护了，然后马上呢又保护起来了。好 ，Enter 一下，有没有发现？不过它好像闪太快了，完全看不到哦。其实它是有怎么样起的解除了，然后马上又有没有？只是因为它太快了啦。OK 哦。啊，有没有做完？有做完了。OK 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方法的话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以后呢，人家就没有办法随便改资料了，对不对哈？啊，记得哦，就是增加校阅里面的保护。当你要把程式做加的动作的话，其实非常啊、哦，记得哦，加这一行就好了。好、哦，叫 active sheets。点 unprotect 啊，这个地除了可以用在表单之外，其他任何你在 Excel 里面都可以用这样的做，哦，就是先保护嘛。我是真的还蛮建议各位，就是资料一定要保护再给别人，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，哦，争议性太大哈、哦。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在最结尾的地方加一个 protect 就好了。OK， 好、哦，那请各位试一下，这个是最后我们在补充的哈。哦的部分 ，OK 了，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，好，来切一下。